射手营地十三，智慧星本来把那个其他的就是系统，sorry， 我们最近要先把资源全部捡来。然后下一关，谁是啊？这个没声。闭嘴呀、啊！真惨一天，为什么都不能继续？嗯，好多丧尸啊！一个研发，怎么突然这么多信件呢？所以我们的钻石到底有没有奖啊？我自己也玩到乱掉哎、欸。我想一下啊，这感觉不错哎。我们不实战，但是我最近可能会就是角色做个复习。尤其是如果有出新角色的话，我再跟你们说。